是节目组给您的一封信。哦，信中国，这是什么节目？这是一封哥哥写给弟弟妹妹的信，是一封离别信。嗯，很难，但是我努力克服。它是一封非常简易的书写信，所以我说他走得很从容，感觉他没有再怕的，他没有再怕的去离开这个。别说这太大了哈。信件相对简易，但是情感相对浩瀚。没有什么信心也好，确实是有压力。那么大的舞台，又有从小看他节目长大的朱军老师，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说好。别老看我笑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真的，这一搞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好，我确实是紧张，自己的台词功底还不好。感觉，请问都是哪些观众坐在下面了？我在线里吗？啊，抱歉，一直觉得啊，这真的这怎么读啊？这怎么往下做？哎呀，就。杂念太多，今天杂念太多，对，无处安放的我的小手。信中国的舞台真的是没话说，高大上。咱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其实来源于先烈们抛头颅、洒热血、化难，所以我们要珍惜现在的一切。